在美国，如果有呕吐、怀孕期间的胃部的不适造成的呕吐、恶心等症状，那么可以选用这个药，叫做 nausea relief。啊 ，nausea 表示的就是恶心 ，relief 就是缓解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是儿童、大人都可以使用的，但是具体您和宝宝使用方法，请咨询您的医生。